危险危险危险！哎，完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丘。马达玩是一个困难的攀岩游戏。这款游戏我们前阵子已经通关了嘛，总共花了大概七个小时左右。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魔术，你们看我的手，超级长的，对不对？照理来说，我们手变这么长，应该是可以比较容易通关啊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来挑战一下，好不好？他这个手超弹的呢。等等，好。那我们认真开始哦。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这个手要怎么用，它应该是可以弹很高的才对啊。哎，我靠，我弹超高的哎、欸！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知道这个长长的手要怎么用了，轻轻松松啊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哎哎，没事，好，我们弹起来，有了，超高的啦，问号。等一下。它好像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用诶，其实我们还是要稍微的习惯一下。这边的话，我应该是可以直接，哎，我可以直接抓到，这边我可以直接抓到，这样弹过去，好，你看，手超长的啦，完全就是在作弊啊，各位，我们连跳都不用跳了，我们今天看能不能速速的把它通关啊，弹起来。等一下，很难控制，这真的很难控制。弹，弹，没事，没事，冷静，兄弟们，我们要熟悉一下这个弹力啊，这个弹力真的超夸张的。我感觉这种不太需要弹的地方，我们就稳稳的抓就好了吧，就稳稳的抓就好了。我发现稳稳的抓都很困难呢、欸。我有点控制不了我自己，你知道吗 ？OK OK， 抓到了，好，再弹起来，再弹起来。弹。弹，弹，我感觉游戏好像变得更难玩了，说实在的。有有有，很好很好，好，稳稳的来。哎、欸，弹！哎、欸，其实根本不用弹的、欸，我手超长的、欸。我们快来到第二区了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们快来到第三区了。刷 ，OK OK。哎、欸。欸，抓不到啊，老哥！欸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。OK， 我们已经稳稳的来到第三区了，各位，轻轻松松欸，真的，弹起来，欸，弹起来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觉得我们不该弹的时候就不要弹了。弹，哎，弹！这边我应该是可以直接上去了，好不好？这边我应该可以直接上去。嘿，哎，有了。
我可以直接抓到这一个。等一下，手太长了，手太长了，手太长了。等一下，完了，没抓到啊！有，我开始习惯了，好，等一下。但是这作者看到一定很傻眼，真的。有，哦，可以，可以弹。想当初我们在这里卡了多久？现在马上就到嘞。OK。然后这边我们先抓这个，然后弹上去，轻轻松松的啊，各位，轻松的。好的，等一下，冷静，我们这边要冷静一下。OK， 稳稳的。稳稳的，但超轻松的。好，我们这边就荡过去就好了。还是我们抓一下那个小酷酷。小酷酷，抓到小酷酷了，太作弊了啦，老哥！傻小啦，完了，出事了，各位，出事了。没事，我们一下就到那边了。荡过去抓这个裙子，好，荡起来，荡起来。荡起来。OK， 抓到了。好，有了，好的，荡起来。很超畸形的嘞 ，OK， 完美。等一下，好，好。我们这边稳稳的。等一下，你不要闹，看很危险，很危险。好，冷静，好，冷静。这边有点难控制啊，老哥。危险！
完啦！哭啊，老哥，哭啊！哭啊，老哥！欸，哭啊！完了，我们开始熟悉这个手手了。好不好，已经熟悉了。哎哎哎，冷静冷静冷静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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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。有喽，哎，好喂，抓一下，好，再抓一下，好，好，好，抓一下。好，好，轻轻松松的呀，好不好？哦，这边真的很难抓，这个太小了，然后他手太长了，超难抓。这边超难抓的，好，欸，屁咧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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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一定要冷静，我们是已经通关过原版的，一定要冷静。这游戏冷静就可以抓到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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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稳稳的，稳稳的，对，稳稳的，稳稳。等一下，欸。为什么他的手会一直放开啊，老哥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喜憨儿是不是啊？但我觉得这边很难呢，因为他原本的动力是设计的刚刚好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现在太大了，所以变得有点不知所措呀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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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这边我感觉好像可以直接，嘿，弹起来。哎，我觉得我们不要闹，我觉得我们不要闹，稳稳的，稳稳的先飞过去。好，不要调皮捣蛋，嗯，不要调皮捣蛋。好，好，哎，冷静哦，冷静哦。这边直接下去的哦。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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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。哦，这边要怎么用啊？可以直接荡过去吗？等一下，这边很难呢。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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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哦呦呦。哦，危险危险！等一下，我们好像可以从这边直接飞，对不对？欸，好像不太够，不太够，距离不太够。哎呀，哎呦，差点又没了，各位，差点又没了，干，吓我一跳。好难，等一下。哎，有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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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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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冷静，冷静，兄弟们，冷静，兄弟们，冷静，我不要再跳这里了，这里好难跳。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
哇，又开始冒手汗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已经通关一次了，不要紧张，冷静，稳稳的就好。稳稳的就好。好，抓住，好，抓住。OK， 抓住。啊，来了，我们终于来到这边了，可以，马上就要通关了，各位。抓，跳都不用跳，各位，跳都不用跳，笑死。好。干嘛的？又怎么了呀，老哥？又怎么了？没事。OK。稳稳的。可以吗？这边可以直接抓吗？好像可以。好像完了，这边抓不到。等一下，抓不到吗？不是，他这个手超弹的，反而更难跳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这里好像原本的会比较好跳一点。轻轻的晃，对，轻轻的。哎，有了，好，很好。这个就是经验，各位，经验。OK， 这边我们虽然开了挂，但是还是有点危险的，慢慢的来，慢慢的。OK， feel good 啊，兄弟，好。这边也很危险，要抓好。好。OK。起飞喽！好。这里没事，我手很长，没事。好。这边稳稳的摆荡一下。哎呦！哇！我们竟然只花了20分钟就到这了，各位，太开心了！啊，起飞喽！飞起来喽！我好像可以直接跳到那边对，跳喽！算了，不要！我不要走那边。OK。好，很稳，我们目前都很稳，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啊！抓，好嘞。然后这边应该也可以直接，那个吧，抓到了，直接抄近路。然后这边应该也可以直接，嘿，有了，好。稳稳的就好了，我们稳稳的通关，这边没什么困难的。起飞！不要，等一下，起飞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没事，各位冷静，没事。我们还很安全，好，
哎呦，好恐怖哦！等一下，我们好像快通关了呢。OK， 要通关了，各位。起飞，起飞！哎，通关了，通关了。我只花了30分钟啊！哎呀，要是早点有这个模式，不就早就通关了吗？抓到了。OK， 飞哦，飞哦，飞哦！等一下，不要耍白痴，飞，飞。欸，飞？怎么飞啊？啊，怎么突然飞不起来了啦，老哥，手坏了，突然飞不起来了啦！欸，这边有问题啊，飞不起来了。算了，慢慢爬。飞哦！30分钟52秒，好不好？我们通关了这款游戏，非常非常的轻松。这个手太作弊了啦！好了，我觉得整体来说蛮简单的。如果你玩过这款游戏，然后通关不了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这个模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这个困难的攀岩游戏就玩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频道。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